第三集嘛。我明天来帮你聊点嘛，聊点花椒扔给他。今年还没有那个，你看我还在摘的嘛，还在摘，还要等一个月左右啊，家人们，还要等一个月左右哦，大家耐心等待哦。今年不知道价格好不好？对啊，这个还要把它晒干，晒干之后呢，然后又要去把里面的籽，黑色的籽给挑出来，叶子全部要剪干净，工作量确实很大。这是大红袍，看到没？爸爸好厉害呀，连菌子长在哪个位置他都知道，还远程打电话跟别人说。来帮我摘花椒，摘花椒要明说。我接个电话。那你要收是啥子收啊？我的收是摘花椒的收啊，意思。爸爸还种了好多菜呢，什么什么青椒呀，葱子呀，茄子呀，番茄呀，生菜呀，小白菜呀，一趴啦，一趴啦。我昨天手都被戳出血了，这个刺被刺狙的血都在流，我跟你说，强都不强你啊，杨子，肯定我走来那么远嘛，你跑都跑不上去哦，你嘞？嘿，不强哦。妈，我今天可不可以喝杯奶茶？我今天可不可以喝杯奶茶？收获奶茶，妈，你真的是抠嘞，抠不起了。晚上来金砖广场来跳舞，你看我还在摘花椒还跳舞，花椒树下跳。我问妈妈可不可以喝杯奶茶，妈妈说，哎呀，那个啥子，不能喝，喝太多了什么呢，说不能喝，妈妈给我来一个开水，多喝开水有营养。爸，他说他是我表哥。哪的嘛？哪的啊，自报家门，快点报上名来。表哥今天恐怕安排我喝杯奶茶来着。表哥在哪里啊？包家，你说，那就肯定是了。好好干活，我再干。你看我的手都全部花的流血了，你们都不心痛吗？你们还让我好好干？我就在说，怎么还不下雨吗？雨也不下，下雨就可以休息一下。那之后嘛，打雨打雨快乐。打雨打雨快乐。我跟你们说，昨天我们一个邻居，一个娘娘摆的，我一个舅舅，以前就是干活的时候。喊他干活，他就说，他就是喊大雨大雨快来，大雨大雨快来。结果一哈哈那个雨就下起来了噻，然后他妈妈就骂他，你恼火的很，喊你走火路，你喊大雨大雨太快来。结果真的雨来，喊他躲雨嘛，他就怄气了，他说是我冷不，哦我热不，他就不学习，还在那干活。我是不掉，雨来喊我去躲雨，我就马上就要走。马上就要去躲雨，嘎！听你说话好亲切，你是不是金砖的嘛？其实我性格表，你跟我很熟的话，我就是那种咋咋呼呼的那种。东边也多云，西边雾层层，老天保佑快下雨，今天活就干不成。直播间的人才特别多，厉害了。还得是我的粉丝朋友们，你们在给我求雨吗？千万别下雨！爸爸呕死了，爸爸说你下不得哦，下了这花椒就摘不完，就啷子做啊？看到钱就当水漂了，银子化成水了，干，干吧。嗯，对，冻得心硬。哇，这我打来。我们这边下大雨了，我们这是不强啊，样子都不腻。你那上头是你们后续的门开了。
呀，城隍啥子啊？城隍，我都没有城隍，把你在城隍看，好香哦，好麻哟，吃一点要麻死人了，洗澡给你麻断。我请你吃，哎呀，那多不好意思你哦。算了嘛，算了。等我把花椒摘完了再来吃，不然我爸不准我来嘛。花椒都没摘完，你跑去吃豆花儿？哦，1300多个人了，爸爸。要的哇？你来讲讲究啊？算了嘛。来嘛，以前就是，以前小的时候嘛，就条件不是很好嘛，嘎，就想吃啥子噻，就跟妈当说。妈妈我想吃，比如说我想吃糖，妈妈我想吃个糖，好，我妈就说哪个牙齿想吃啊，把它取了，就不敢说了，硬是把牙齿过去了怎么办？